第一个想到一定是屏东的莲雾啦，啊，但是呢，其实莲雾一直扩展到我们高雄的，包括六龟，但是这个莲雾是重在种植的，这个是出我意料之外的。那我想啊，这个农民很用心哦，种植这个甜蜜的莲雾。那刚听他们讲，这莲雾哦，它到目前广销了，目前广销到加拿大、到比丹、到巴比北。啊，但是因为最近遇到一些战争的事情嘛，所以很多变成到好像进来国内卖，包括从去年开始，我们的莲雾没有办法到对岸去卖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市场的销售都变得很重要了。但是我相信这么好的莲雾哦，我吃过很多莲雾，这个真的是让我，它的甜不是那种吃起来会让人腻的甜，它的甜是让人觉得很顺口的甜，而且发自内心的那种芬芳的感觉。刚刚我们也听过说什么叫做芬芳的感觉，就是让你意犹未尽的话，就是不知不觉中想要再一口气咬下去吃了。我想啊，这个确实是我们农民厉害的地方。我们跟机长一样，我们跟农会一样，我们都希望推动在地非常优美的这些好的农产品啊。国外继续有机会继续卖，但是做最好的物件，我们只要分享给咱国内所有同亲和朋友大家来讲，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啊。我想莲雾品种很多，今天吃到这个莲雾，真是发自内心芬芳的甜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吃点早啊，然后机长早啊，那点厂长。还有在座的、各位美女先生及的朋友啊，打个光照啊，好在啊，今天比较特殊的一个记者会啊，因为要来针对我们高雄市所种植出来的一些高雄啊，我们啊这个蜜莲雾啊，他来做一个啊推荐啊，啊因为过去的话开这个记者推荐会的话，都、就是一定都是新上市的一个品种啊，但是今天比较特殊的啊，以前已经见十二年了啊，这十二年来，你那你过来，咱所有消费者很难得吃得到，也如果消除，啊如果消除你也说每年都是抢手货的啊，今天为什么要留下来啊？我们国内让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消费者来品尝的啊，它特殊的哦，可能也就是要感谢安静的俄乌战争啊，刚才的疫情啊，因为这个因素哈啊，所以传奇有体验到啊，传奇体验到人们的怎样啊，是一个很可喜爱开心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留下一个后盾哈，他来针对今天啊我们这个高雄啊蜜莲雾哈来做一个推荐，然后啊给我们市民朋友哈，我们消费者来做一个品尝。那这个蜜莲雾哈刚才进来。我有试吃啊，真的啊，一般的莲雾都是海绵体，而且啊，价格不如它短五公分啊，但是它这个咬下去的时候啊，真的很扎实啊，很饱满，而且啊，它的甜度啊，以我对这个年纪的了解，甜度大概啊，我再加一两，它有17度左右啊，17度左右，所以价格很亲民啦，而且口感真的很棒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莲雾吼，会当食到像这款的等级啦，这真正吼就无简单啦。所以有需要给我们吼，安厂长跟我们高兴啊农友吼，因为这十年当然因为这个农地吼，种植吼我嘛是拢偷偷啊咧切这一块啦，真的很怕人家知道吼，它有这个品种，而且种得这么好，而且莲雾吼，大家知道吗？品种很多，啊品种很多。一般的莲雾你吃起来的话，大概哈都差不多的口感，但是今天我来试吃的时候，它这个口感我真的很棒，而且很难得的，它又通过了 SGS 380项的这个检测，而且完全都是通过，所以这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哈啊莲雾水果，而且都是针对外销我来做行销啊，所以。今仔日拿到金牌会归吼，这是咱所有的消费者咱市民朋友的这个口号吼。大家要购买的时候要快，因为刚才已经强调过吼，通过380项的这个吼 SGS 吼各项的这个检测，标示后一件军队吼，因为有价安全、卫生、健康，所以你家应该特别吼来针对那这个记者会吼，来针对这个。高雄啊，推荐的蜜莲雾啊，来推荐给我们这些市民朋友，消一起我们这个全国的消。
稍微指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学长、副署长是不是也剪一颗？副署长也剪一颗，好不好？拍摄证件无关是专业啦。我们请两位贵宾呢，拿这个竹篮来撑，装成一下。好，来唱唱，来，这个甜度的这个测试呢，就要麻烦你来做指导。来，局长们，拿起一部来，正中间这边好，来，我们来实测，看在今天呢，我们的厂长呢为我们所实测的这个甜度。好，现场呢为大家来做实测是高雄红叶莲雾的甜度。请我们的局长来帮我们画好一下数字啊！今天刚才测试的那个是今天产的，结果甜度哈是16.9，那很接近应该局长说的是基数哎。刚才在这里剪下来的这是哈昨天刚入住的，所以哈跟今天采下来测试的甜度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最新的机制。采的是16.9度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那个是那一个，我的头发啊，几乎差不多有17度左右。我想啊，种莲雾的农民很多哈，那虽然主要产地是说在屏东，但是我想我们高雄的农民很用心哦。把这个莲雾现在一般想象可能是在六龟，但是这个莲雾现在产地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高雄的路上，16.7种的。但是呢，我想啊，这个口感里面跟一般莲雾不一样，它的甜度不仅是高，也是高，但是只要是那口感特别的在香甜哦，那里面的海绵体绵密扎实，那也咬下去的时候不会有这种很腻的感觉，所以你会吃起来就是会一口接一口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很特色的一个莲雾哦。那我们舞蹈农民呢，除了在地优良这些产品能够推动之外，当然呢，虽然现在目前这莲雾啊，以往他们都是外销到加拿大啦其他国家去，那现在中国大陆也不能去了。那我想我们现在除了因为很多战争的关系，所以现在都在国内销售。那我想希望我们推动这样好的优质的这些农产品，也就是我们的莲雾，能够让更多在地的消费者，更多的这些我们的国人呢，能够品尝到这个优质好吃的不同品种这样的莲雾。再，好，再一口，好，再一口，等一下，好。